我想吃饼干，妈妈。哇，好香，好给妈妈吃。好吃吗？好吃。Hello， 大家好。锵锵，李佳琦同款，这瓶粉底液真的很难买，色号是它最白的色号210。我这一瓶是在丝芙兰的 APP 买的，还得穿插着给我儿子吹气球。就是他一撒手，那气球就会跑掉，他就很开心。我还没有打开，跟大家一起打开。这瓶子还挺有质感的，好水啊，感觉挺水润的一款。不好用，李佳琦说很好用啊。好用，好用，不好用。这下力挺强的。快吹！上完了，感觉还挺不错的，第一感觉。给大熊吹气球。星星，那么气儿都要吹没了。它在这个比较轻薄的粉底液里算遮瑕力比较强的了，而且结合它的价位400元，我觉得性价比算高的了。今天就带妆一天，看看它的这个持妆效果吧。我还买了一块它的这个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透明的蜜粉饼，这个超好用，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又控油，很好用。在家又弄饭又弄什么的，可能会出油。涂一点兰蔻274。好啦，开启我这一天独自带娃的生活。这个是昨天炖的牛肉，炖了一大锅，每一顿挖出来3-4块，再加上汤。这是之前搓的这种面鱼儿，有菠菜的，有南瓜的，然后还有白面的，煮到这里，然后再热两个这个之前包的这个豆荚。豆荚，给，这个先给你。现在是中午了，给大家看一下我脸上的这个粉底液的效果。鼻子有一点微微的出油，因为我本身 T 恤就非常油，然后其他的桌面效果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小朋友吃饭就是，总需要换样。最近这牛肉它有点吃腻了。我在 7-Eleven 买的99鸭，里面有麻辣豆皮儿。麻辣藕片儿。还有这个在 7-Eleven 买的沈大成蛋黄肉松青团，这个超好吃。中间是咸蛋黄和肉松，在 7-Eleven 买的可可牛奶。这几样东西本来是早上打算吃的，早上没来得及。好浓郁啊，这个可可牛奶超级好喝。你们小时候喝不喝那可可牛奶啊？我这会儿吃饭，我儿子看一会儿小猪佩奇，等我吃完就哄他睡觉。
着啦。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水牙线，牙线应该大家都用过吧，就是那种传统的牙线。我之前看牙的时候，牙医建议我还是要用牙线，因为普通的这种牙刷是很难深入到牙缝当中去，那种传统的牙线我经常操作不当就容易牙龈出血，而且它也只能清洁到这种竖着的这个牙缝，对于一些牙窝呀或者一些隐藏的牙龈部分清洁还是不如这种水牙线更全面。这种水牙线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它后面有一个这种水箱，然后上面是一个喷头，这个喷头是每分钟1200次的高压脉冲水流，就是冲劲还是非常大，清洁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它是带高中低三档的，就是放低档的时候我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呲儿的一下就是冲到我的牙缝，调到高档的时候清洁力非常非常强的。那这款水牙线呢，我觉得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就是早晚刷完牙的时候我再用它就是这样冲洗一遍牙龈的话，牙缝里基本就干净了。那么我觉得平时吃完饭用它来漱口冲一下牙龈牙线冲一下牙缝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它的这个充电也是很方便的，它这里是一个带吸力的，这样这里有磁性，吸住了以后这边就是插电。我觉得它样子也很美貌，摆在洗手间很漂亮，而且它全机身都是防水的，不怕受潮，配了3种头，有2个是这种就是普通的喷头，比较适合一般的日常清洁，还有配2个喷头，其中一个是长这个样子，就是喷头的前面它加了一点小小的刷毛，这个就比较适合就是更深度的清洁，清洁一些就是牙菌斑啊之类的，这个刷头可以有效的随着这个水柱的冲洗刷掉一些牙菌斑。还有一种喷头是专门为就是戴牙套正畸人群设计的，就是这个样子，它上半部分这里是带有更浓密的就是更硬一点的这个刷毛，是如果你带这种矫正器的话是比较有利于清洁你的矫正器上的残渣的。我觉得这种边刷边冲肯定是比单独刷或者单独冲它的清洁力要更强的，所以如果你是戴牙套人群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用的。这个我用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非常真心的推荐给大家，就是美国洁碧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美国一个老品牌，他们家是冲牙器的一个鼻祖吧，是他们家发明了冲牙器，并且他们家只做冲牙器，在冲牙器这个领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品牌。如果你想试试这款水牙线的话，那么在洁碧天猫旗舰店呢有一个我的粉丝专属优惠，原价1399元的这款水牙线，找客服报大猫，然后享优惠价1049元哦，优惠300多块钱，记得要抱大猫哦。看这个小宝宝睡醒啦，睡了3个小时，吃个水果，你在吃什么？吃梨。梨呀、啊嗯、好吃吗？好吃。把儿子晚饭的菜准备出来，先备上菜，然后一会儿带他下楼玩，玩回来直接炒一下就可以吃了。西兰花先用水泡一下，然后加一点盐。慢到极致了，因为切快了我就会切到手。拿这个养生壶做一点，差不多40分钟吧就好了，也不用管它，挺方便的。我要下楼玩，妈妈。走吧，出门了，下楼玩一圈，走吧。不要开车。走。啊，花都开了。今天有风。今天有风啊？没事儿，风不大。去哪儿啊？这里。你在这里啊？好高哦。咻。下来啦，接着打吧。接着打。这有鸭子，儿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看，大鹅跑这儿来了。
吃什么好吃的呢？吃什么呢？吃。吃什么？他们吃什么呢？吃食儿呢。在这里有人喂，是不是？看着脚下啊，买点水果，小菠萝来一个，还要吃什么？大家好，吃饭啊。嗯嗯，小小妈妈炒的西兰花好不好吃？好吃吗？嗯，好吃吗？嗯，真好吃，真好吃啊。嗯，好吃，好吃啊。嗯，再见，妈妈给你钱块。好吃啊。Hello， 大家好。嗯。小朋友吃完了，吃的溜干净，还没够，菜花炒少了。哎，终于忙活完我儿子吃晚饭，然后给大家最后更新一下我今天这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粉底液的妆效吧。现在已经持妆多少个小时了，出油的部分也还好，完全没有脱妆，就是融进皮肤里，那妆效非常自然持久。咱们看小熊很忙怎么样。嗯嗯，给大家推荐一套书吧，小熊很忙，这个书非常生动。树屋搭起来喽。嗯，电钻嗡嗡响，它在钻，在他们在钉这个小屋，小木屋。我喜欢论语妈妈。是吗？嗯，是。我喜欢消防车。你喜欢消防车啊？啊。嗯。芒果叫什么？芒果。芒果。西红柿呢？ Tomato。Tomato。对了，苹果叫什么？苹果叫 apple。对，香蕉叫什么？ Banana。 Banana。 对了，樱桃呢？ Cherry。 Cherry。 你玩玩具，飞机，大飞机来喽。飞头上，飞头上，降落在你的头上。我喜欢这个。那是什么呀？说上面。哦，姐夫回来了，他终于可以替一下我了，陪一会儿孩子，我歇一小会儿。爸爸继续吹气球游戏。真的，这个消毒柜挺好用的，搅拌棒好用。喝完奶就要睡觉啦，现在已经九点多啦，这一天就要结束啦。感谢大家陪伴我们过这一天，大家觉得全职妈妈的一天还充实吗？希望你们看得开心，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嗯，拜拜儿子，拜拜。